样设计有点比较特奥，它的主要精神也是在重参与，而不是在重名次。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他挑战自己，他只要愿意挑战自己就是一种成功。这么多年下来，等于说各个地方这样跑，我至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开始在意这件事。那我们20几年来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让这些智能障碍者能够在家里面生活，能够在跟社区能够融合在一起。那么他们在社区生活里面，他们的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参加这个运动会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生活体验。我们这样团体呢，每一年都举办各式各类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参与。志工证上面都有组别，对不对？今天时间上其实比较紧凑一点。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感动，因为就看到志总的同仁，然后老师他们的家长，包括身心障碍者他们自己本身，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去表现自己，或者是帮他们的学员去表现自己。我觉得这个挺感动，因为就是每一个人都用他们的力量去达成一件事情。今天一共有800位选手，1600位志工及家长参加。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运动大会，让社会大众看见我们参赛的选手们大家的毅力是多么的坚强。回味14年之后，今天第12届再次的举办，我们一起努力。台湾的身心障碍福利，在座的朋友每一个都是最重要的尖兵。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全部的协会的家长带着孩子出来，所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再加上他们会有一个进场的仪式，那当这个老爸爸妈妈牵着这孩子的手，不管那孩子是多大多小，那画面上就非常的感动。这些孩子他们在一般的运动里面是被排挤的，根本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动作就是先天上就是比较不足。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看到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那经过这样几次的参与以后，其实他们非常开心，乐在其中。
看到所有的障碍朋友在上面，不管输还赢，很快乐、很尽兴的在那个场上面上的竞赛，甚至输的赢的人会跟输的人鼓励，我觉得那种精神很震撼。其实这个部分真的要靠家里，或是靠孩子本身自己有一些自觉。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的好，就是他们平常为了要期待这两年一次的运动会，他其实就有一些训练，或是自己有一些活动，其实对他自己的身体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孩子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两年才一次哎，不是每年哎，所以他们大概这次参加完就开始在报名下一次了。身心障碍者他是先天上有一些不足，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一般人的运动会。那如果我们这种没有这么多届的努力啊，我们这些孩子其实他们都比较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活动能够持续办下去，因为孩子为了可以参加运动会的事，他们每年都摩拳擦掌的在等待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心障碍的孩子，你就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肯定。那我相信说，只要他愿意，这个机会在这里，他自己来争取。那然后我们给他肯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其实在香港比较小，这个智慧一大半的朋友在全国，那同一个地方去做同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做运动，感觉孩子都是很有心啊，很开心啊，然后大家都走在一起。So surprise， 就是那一种啊，他是这能力很高很高，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的能力，就是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是比他们还不如了，就是跑步他们比我跑还要快。哎呀，我应该算是十年前就决定，希望可以每一年尽量要来吧，因为的确这个活动很有意思。他们有时候会摔倒在地下，然后就是站起来我再来啦，然后都是笑容满面的，哇，这个画面真是很难忘。我们去年完成以后，我们三个香港人就是约定了今天也一定要再来这里帮忙那个运动会啊。我简单来说用四个字就好了，团结跟正面。每一次看到这些孩子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这是人间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真、善、美，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会一定要继续办下去。我参加运动会很多年了，拿到奖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很开心。参加运动会的比赛得冠军。阿嬷这次来运动会主要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跑步。还有呢？走路。刚跑步。有没有得奖？有，得了几个奖牌？假的，耶、yeah ！这次运动会好不好玩？好啊。那下次在台北要不要参加？想。有什么心得？可下次，可乐，又是朋友。这是朋友。有什么话想要跟这种的大哥大姐说？辛苦大家辛苦谢谢大家。好。